号店在山海域喽，转眼间就到阳明山。今天是顶湖，今天雾蒙蒙一片。对啊，今天是白墙哎、欸，好嗨哦、喔！但是其实白墙的话可以拍出不一样的效果、喔。没错，好啊 ，OK， 那我们就去海域点看看喽。冷娃整理了顶湖区海域付费景点，顶湖区最棒的地方就是可同时欣赏海域和小游坑哟。营业时间、费用和特色造景都有标注在整理的画面上，大家截图起来吧。公车从石潭站搭小巴到顶湖路口，北投搭乘129到顶湖路口都可以到达竹子湖哦，也可以走免费顶湖赏花环状步道和中正幸福观景台眺望整个顶湖。今天就带大家来其中一家上海域，就跟着我们一起玩吧。100块，然后是低消，哦，这样不错。那如果你想要采海域的话，是要穿青蛙装，因为它就是有呱呱呱。对，因为它是水根。其实我是想要拍票票，对，所以就直接买海域，就不想要穿青蛙装。然后走往北行，是吧？世外桃源非常的舒服啊，这。我没有。我们后面有一个人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游和苏，我是拍运动相关影片，瑜伽皮艾提斯。哇，超酷的！如果喜欢运动啊，可以看草鱼和苏。对，草鱼和苏。什么叫草鱼和苏啊？因为大家把苏分解开来，就是草鱼和，有点 gay 了我的名字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跟苏叔一起去赏海域，然后就拍花。哎，烟雾真的很迷幻呢。对啊，而且有一种冷冷的低语在我的脸上不断的拍啊。它算是高度刚好在腰部，这个就是湿的海域，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如果想要踩海域的话，就会像穿那样子的青蛙装，它就好像没有味道。它没有香味，花语纯洁哦，它的花语对，就很适合你啊，很纯洁清白。你知道在这个山上现在几度？天哪，15度！今天就是会有云雾，感觉有点浪漫呢。而且这所谓香车就是要配美人，今天有两位美人在这边呢，不得了的。车刚开走了，我把你的脚怎么跟他的直的一个程度差那么多？我有智障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请他把镜头往下放。往下放，然后往这边的角度拍，往这边仰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往后。哎，其实这个角度拍还不错哦。大家可以看，就是可花的花框，花的高低，因为这边的话都是绿色跟白色，所以穿衣服的话都以白色的为主，然后上衣的话以单色调为主。接下来我们的草鱼盒来一张，来一张。带有感情的动作。原来海域还可以跟着你一起跳舞，一起舞动，让你不怕丢脸，全世界都可以成真。小叮当的任意门，没错，越南。哇，现在已经入到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对啊，我只感受到第一次看海域，你们带我来看。对，哦，哎，那你一辈子会记得，一定会。对啊，我好酷哦，有你的旅行，才是对的。没有他的话，这个旅行是不完整的。看到，看到海域，遇见幸福，遇见幸福，耶。Is much more than you heard. Two little letters come together and land loneliness. 好，鼓掌。你感觉蛮好拍的。我觉得这边室内好多东西哦。我要给你一些意境。第二个动作是你拿起你的海域，跟他共舞一段。第三个动作，拿起你的海域，摆一个 pose， 跟他拍照。一、二、三。你根本没有跳啊！哇，你根本没有跳。你在干嘛？嗨，大家有看到？大家有看到吗？根据刚刚跳舞的经验，我们如果要在海域里面翩翩起舞的话，第一个一定要有底子。对，不能性太高了。对，没错。第二个要富有创意，以及那个幻想，这样子。
对，没错没错。没有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邀请叔叔，对，跟我们一起翩翩起舞，对，然后叔叔跳得非常的好，又有创意，而且很没错。对，没错。谢谢你们找我来看海鱼。喜欢叔叔的朋友们，对，可以去他频道追踪哦。草鱼和叔。对，草鱼和叔。要记得哦，如果喜欢草鱼和叔的话，也要记得在那里留言。对，没错没错。然后如果你想冷娃一对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、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。按赞。好，就这样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